那要不老二那个，我们老两口先垫上。那也帮我垫上，我手头也紧。你听我吧。你二姐的意思是先让我把钱垫上，到底是闺女比娘亲，那就垫上呗。自个儿没本事，连老婆也留不住。回头我把你剧组那些女演员给我三哥介绍介绍。分分钟的事儿。导演，拍电影的时候记得带上我。分分钟的事儿。